大家好，我们是 Flogging Feathers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带来第一首歌是远距离恋爱。然后在唱这首歌之前，我们的团长有话要说。这首歌呢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决定，没有，我已经先给他赔偿礼物了。那我昨天刚从国外回来，所以就是这首歌要献给我们的文华公关学姐张玉贤。苦しいです息を吸います3
谢谢大家。